是你杀了我的楠楠，是你杀了他。谁是于丽卿家属？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不会的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！不会的，先生，先生，请冷静。真的，先生，冷静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冷静啊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冷静。
妈妈的，他不配当妈，你也不配当爸。看你现在这么痛苦，要不你去陪他。你不是妈妈，你是谁？ 你是谁？你应该认得我吧？你怎么会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我是来自12年后的你。这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我不相信。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为了惩罚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。 那场车祸是你操控的，那是我们的妈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她？我说过，伤害过我的人都得付出代价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是在救你，爸。 操控了他，放轻松，我们聊聊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。你确定？你到底要干嘛？就是聊聊。
下去。高如文，本质上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我知道你做过的一切，不过你输的还是太难。还记得你为什么要学习催眠吗？用来探索人的精神世界。幼稚。催眠到了一定的境界，可以操控人心，为我们所用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玩一个心愿号码的游戏。病人并没什么大碍，可能只是一时受了刺激，晕了过去。谢谢医生。若晨，你醒了，没事吧？青阳呢？医生说他手术很顺利，已经过了危险期了，等会儿就能醒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该让你单独去约于丽青的。之前可能真的太着急了，也太怕你会出事了。仔细想想，如果换成是我，我也不会因为一个陌生人的话而去怀疑自己最亲近的人。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？芬芬，如果2024高入文真的犯了那么多罪，那现在我们必须这么做。这场车祸也许是意外，但2024那些人不是意外。也许吧，但我还是连累了青阳。要错也是我的错，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，所以你没必要承担那么多的责任，嗯。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我真的该离他们远一点。若晨，嗯，我饿。忙活了这么久也没吃东西，我去买点。嗯。若晨，嗯，怎么了？想吃什么？一会儿见。香喷喷的，芬芬，芬芬，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。若晨，对不起，我想我们还是分开一下吧。我想自己一个人冷静一下。
你有没有看见一个长头发的女孩？我没见过。啊，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长头发女孩？你有没有看见一个？青阳，你醒了！医生，他醒了！医生，陈哥，怎么样？觉得还行吗？我好多了。那就还行。话说你怎么突然出现在那儿啊？我不是一直在调查高志文在孤儿院的事情吗？好不容易才证实那个孩子的事情和他有关，正准备去找你们，就看到一辆车撞向范范，我也来不及多想。谢谢你救了范范。范范，他没事吧？他没事。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谈不上吵架，他说他想静一静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于立清和你的事。好了，这些事儿我们自己会处理的，你就自己照顾好自己。一香，辛苦你了。我回来是想救刘若晨的，现在于立清因为我而死，青阳因为我受伤，我要是继续下去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因为我的自私而受到伤害。还想去哪儿？你来干嘛？我来收房租。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，剩下的我回头拿给你。为什么不是现在？现在我不方便。让开。别再打扰我。现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。
明显。芬芬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这里不止你一家。你在这儿待了一晚上。你让我进去聊会儿。有什么，就直接在这儿说吧。为什么要走？刘若琛应该不在吧？小哥，小哥，谢谢，请给五星好评。
分散，瞬间。